顶朝地，节制周到，放松放松，再放松，怎么样？直接看到那个，节制周到啊！没有，半将这一讲的话厉害，他头还是没有完全下去，再试一次。哦，哦对，放下，你就到了。对。那你这样每天这样拉的话，全身的经络都、七经八脉都给你拉成，啊、哦，那你的经脉都是很强壮，是啊，对。那往上一撑就是阳嘛，怎么样？这个不用拉嘛，中脉也拉嘛，带脉也收嘛，带脉也收嘛。这个阴维脉、阴跷脉，通通动，有没有？